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Spin Tire 旋转轮胎的第二章。好，那第一章我不知道它的中，我说我不确定它的中文名字是什么，因为我上去找很多都没有它的中文名字，就叫旋转轮胎，旋转轮胎。那我去查，真的都是只有旋转轮胎，没有其他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找叫它旋转轮胎。反正它英文 Spin Tire 也是照翻翻出来是旋转轮胎嘛。好，那上次我们说。我们这次要，这边走一样，这样该不是被我汽车的吧？好像是卡在泥土里面，然后汽车，我忘记了。我说今天这边要把这边的这个点完成嘛，剩六点。那我们这台卡车如果全装满木头，就是刚好是六点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拖着后面这个，小拖车。去载我们的木头，然后我车灯就不开了，因为如果开灯的话，周围反而会变得很暗，看不清楚，所以我们就关灯，关灯也蛮亮的嘛，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就先出发，然后希望今天还是一样，不要卡在那个泥泞里面就好了，那花多少时间是无所谓了。因为如果卡在泥泞，你要拯救到那个车库里的话，你所弄的货物全都会不见，这个就非常讨厌。然后要学聪明一点，不要走正中间，因为正中间就是泥泞最多、最深的地方，最容易卡住。但是血不多，差一点点。好恐怖哦！算了，我这边只好这样切过来，反正已经快到外面了嘛。就直接这样子，应该是，我看一下，对，是右转，转错了，我还以为已经要去送那个送货，送到木材了，需要先右转去载那个载木头，然后我们就要用我们的起重机去。这种卡车我真的是没有，就是去用这种卡车装过了，因为我只用在第一章的那一种卡车用过来装而已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看这台装起来会是怎么样。后面那个用拖的，那个装起来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是用那个什么山林里的那种，装载木头卡车都是用这种。形式的吧，可能这种都是国外比较会有。好，我看，为什么两个木头浮在空中啊？这个真的有点诡异。我先从这边绕一大圈过去，这样子比较方便，等一下比较方便出来。天啊，这台车马力有够比第一张的那台还要小。我们上次是从，我们后面那条路过去的吧，不，出去的啦。只是我们这是从它的这个木头厂正面进来。这个浮在空中的是怎么回事？然后神奇的掉到地板上。算了，这两个我就不要了。这样子不知道会不会干扰到我的树枝的运载。应该是不会的，倒退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了，然后拉手刹车，一下，好 ，OK， 然后就看一下我记得是这样子吧，把旁边这个弄出来，然后再固定住，这样就可以，然后再，是要哪一种？我看一下。这种长木头到底是用哪一种车才可以载？因为这种长木头刷出来它都没有红点，就是这种红点。好啦，不管，我先弄。这起重机真的有点难操控。然后就如同我第一章所说的，这游戏的摄影机的镜头，真的搞不懂这到底是要。是有点远啊！等一下，应该是不会吧？等一下哦，
哦，好，不会了，还好，抓得到就好。不过真的是有点，有点远，因为机械手臂整个直接，刚才木头举起来，整台卡车头都往前倾。可是这木头多重？好，我们要我看一下。如果没有旁边那个固定架的话，可能应该就翻车了。这有点难放哦，看一下。哎，这是上。那个我上下真的有点有时候搞不清楚，哎，这是左跟右好像也搞不太清楚了，有时候乱掉，因为这个。哎哎哎，喂！我按都没有反应，然后只要按另外一边就直接，算了，我直接在这边放下好了，烦死了。我就直接从那个，我看还有几只哦，还有两只哦，没关系。然后哇，那个吊臂，那个机械手臂在转动的时候，整台车都在晃的状态，还蛮，这游戏做的悬吊还蛮猛。嘿、hey, ，也是一样。看一下，这跟装完的话，就只有再剩下，一根，我就直接这样，哦，对，这样丢下来就可以了。刚才那边放老半天，好，剩这根了，天亮了。可以，最后一个了。好，那看来这个应该是很容易就可以去给他玩。哎，没有穿到。啊，勾到了，好，这样子就。差不多了，不过应该可以了吧？有点，哎，怎么转不了？哦，有了，不要转太。OK， 我们就直接给他 position your truck properly。他要我们把卡车给停好，我们先把吊臂收起来，然后旁边的支撑架也收一收了。还有我们停好，我就给它停正一点，这样应该可以。OK， 哦，有了，装起来就是这个情况。哦，有点帅哦，这样也行哎。好，那装起来就是这样，然后我们就我先看一下地图好了。出来以后就一直直走直走到到被丢弃的车辆。那这样子看到那个丢弃的车辆，只要一右转就可以了。啊，好，这样还蛮好认的。好，我们就上路吧，不要在这边翻车就好笑了。尽量走那个，好像真的要翻车了。尽量走那个没有泥泞的地方，不然的话就用那个托盘给拉车子。我这泥泞真的好好深哦，这。好吧，目前应该是还 OK 啦，就虽然在泥泞里面，但是还是可以走得动，只是比较慢而已。想说如果那时候，想说如果在泥泞的话，那时候我就直接用那个低速档，就直接用一档这样子爬，比较可以爬出来。但是我都习惯给他用自排了，还有自己排档比较方便的。好，然后待会我们看到那个被我那个丢弃的车辆就是。右转嘛，好，然后我这边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少数的人认为我玩影片的时候讲话会讲一些，不是怎么讲，就是意思是说玩就玩就好，不要讲一堆不关紧要的一些讲一些废话。
那我这边就想要说，既然你觉得那么多废话，那你为何还要看呢？对不对？人家别的观众喜欢看，人家别的观众喜欢看实况组边玩边聊天讲话嘛。啊，你不喜欢看的话，你也可以，就是可以不用，就不要看就好啦。为什么还要看一看，然后觉得很啰嗦再来留言呢？啊？问号？好吧，那这是你自己个人意见啦，那其他人还是要听我说话的，不能因为你这个意见就照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最近常常看到一些留言，一些奇奇怪怪或者是莫名其妙的留言。不要打自己嘴巴吧。好，我们直走以后就是左转就可以到了，那这还蛮顺利的嘛。左转，前面有一个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对，前面有一个大水池。然后第一章的时候有通过那里没错，但是那时候开的卡车不是这辆，那辆第一章的那辆比较轻啊，这样很重，还拖一个货柜哦，刚才好恐怖啊，刚才好像快翻了，这边翻了就真的很那个三只鸡就出来了，哎，好恐怖哦，我只要看那个木头只要稍微倾斜非常严重的话，我就觉得。我这边真的要用高速档去打一下，对啊，不是高速档，低速档这样子比较不会，就是它比较换挡，自排这边换挡才，然后又拖时间这样。好恐怖啊！好，轮胎往右边打，这样就可以上来了。我刚才整个车子超血的。那边的泥土可能比较软吧，所以目前还是蛮顺利的，没有翻车的问题。我们再看看后面这样子，这样子是蛮帅的。我们下次再试试看不同的卡车啊，要用不同的卡车，要好像是要在开这个房之前就是要换。那我好像还不太熟悉，就是它的，因为那时候我一开始用的时候就是有什么就用什么嘛，他就建议的就照用就。照做，然后就大概了解一下，然后其他可能就是我到时候再去慢慢研究，要怎么样换用其他的车子。啊，这边就可以用那个自排了，不然的话，那个这边的路那么平，用那个一档太慢。好，可能到时候研究看看要怎么样用那个其他车辆吧。那这张拍完就是，我们六点就已经运送到了，对不对？那下一张可能就是会把黑色这部分就是不用运货，就去探险，好不好？就是把这个黑色的地方解开，然后看看会遇到什么问题，或是遇到一些什么障碍，这样子也蛮不错的、啊。好，我们看到车库了。就，那个坡太陡了，我直接这样下来，没有想到后面还有拖一个那个拖车，好，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停这样好了。他不用，等一下，what the fuck， 我开错地方，人家那个卸货点在这里，我开到 garage。我要车库来了，难怪想说奇怪，怎么都没有要让我卸货的意思。好，这个是因为这个路很顺嘛，弯进来就看到这个车库，就以为是这边，就直接进来了，所以还要再直走。好像有点卡住的迹象，应该是没有了。不要，拜托不要卡住，在这边卡住就毁了。我不想要重装货物。太好了、太棒了，感谢你哦，爱死你了，这边卡住的话就真的好笑了呢，真的好恐怖哦，刚才卡着整个翻超级血的，我真的很怕整个直接失控就直接倒下来，
还好心脏很大颗，真的不是我在做效果，是真的很恐怖，我真的超怕他倒下来的。啊鸟喂，惊死惊死，好恐怖哎、欸！好，这边应该是不会倒了，因为旁边的地还蛮硬的，当我没说。好，这样应该可以了，就看我是怎么操作，是把它救回来。没办法，技术好。哎、欸，看到上车那台车了。哎、欸，这边怎么那么慢？哦，这边要爬上来，对。好，这边的地就是硬的，就比较不用那么担心说会翻车了，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。哦、我刚才那边真的好恐怖啊，车子超级斜的。哎、欸，这边啊，完了。哎、欸，不要闹，大哥！这边有地方可以拉，希望有地方可以。哎、欸，有地方可以拉哦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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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边如果没有地方可以拉，我就头痛了、欸。虽然是在很斜的地方，但是至少有地方可以拉嘛。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啊，树啊，你救了我，我永远感激你，太棒了。哇，我好爱你哦！哎哎哎哎哎，快啊！我才刚才称赞你，把我拉上去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拉，继续继续，对，上啊！看来用别的地方，看一下这边，都到这里来，应该还是有其他的点可以拉吧？才这里而已啊，这么少，好拉，上啊，冲！哎、欸，我好恐怖啊！我不要在这边。哎、欸，这样如果就算你真的翻车的话，你就算你有脚托盘，你也救不了你。好，可以解开了。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拉、啊？哦，有这里。哎、欸，没有弄到。好，继续拉，快把我拉上来，从泥泞这边拉过去，然后我就直接从前面这个树这边把树全都压断，不然旁边全都是泥巴，我不要再过去了。再卡住的话就麻烦。就麻烦。哎、欸，这边怎么那么难走啊？是，哦，这边也是，这边是一个障眼法。这边我以为都是这种草地，有没有？其实你一压上来，轮胎就陷超深了，太过分了，居然这样骗我！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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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托不要！有没有地方可以勾啊？没地方，没地方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会勾到那台车、啊，不能！不要，不要这样子！后面可以勾吗？等一下，后面可以耶，太好了！啊，后面勾的作用并不太大，我还是。先尝试着这里这样子直走就好了。刚才后面拉了一下，车子有扶正了，所以这边再想办法，就是油门吹到底这样。现在是油门是按着，油门是踩着，死都不放，不然的话一停就卡住了。上啊，你可以的。哦，又给我绕亏。这里连一个地方都没有哎，可是又在斜边，好讨厌。啊，算了，有的沟就已经该投降了。好，快点快点，还是上不去，再勾一次。哦，好讨厌这种地哦，全都是那个。假性的草地，知道吗？哎、欸，这反而是越来越糟哎、欸。好，我只能寻求更多的勾那个点来，我拉离开这里。上来了，上来了！啊，不要不要翻车！哎、欸，可
可以了吧？如果还不行的话，我真的，好吧，就只能越来越远了。讨厌啊！这边被啊被挡住了。被这棵树挡住了，不能退后啊，还是有其他点可以勾啊，把我拉到旁边去这样。没有。没有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回去。原本应该是可以很简单完成的事情，这边也没地方可以勾，后面也没地方可以勾，哎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这边是要考验你的头脑，是要怎么想？哎，这边应该可以哦。也，哎，翻车了，翻车了。我只是要脱离这个树挡在这里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哇，你看后面这个泥巴，真会把我搞死。好，哎，有了、欸！哦，太好了，得救了，得救了，耶！哇，太厉害！啊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高兴，好，然后我们就哦，终于这边不是那种假性短土，那种假性草地了，我们可以到卸货点哦，好高兴哦，终于经过一番波折，第一章很顺利嘛，那这章就是遇到一点点，对我来说只是小问题啦，难不倒我的智商，哎呦，我这边不是在说，这边不是在说，难不倒我。就是动稍微动个脑而已，对不对？那相信各位在玩的时候也可以想办法解决，对不对？四点四五六，哎哎，还有两点，有没有搞错？我现在真的非常火大，还有两点，还有两点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啊？那为什么上次我玩另外地图用这种卡车，他给我说六点？哦，好吧，好吧，各位，今天这个是我、哦、那他可能每一个地图计算的点不一样吧，所以还有两点未达成，没关系，我们就下一章再不就下下章再继续。那下一章的 spin tire 的话，可能就是去先去探索黑色的这个部分，再下一章再去完成这个点，这样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我想一下什么事情，好，没有了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希望各位会喜欢那个 Spin Tire 的影片。好，那今天的 Spin Tire 就到这边。那让老样子，喜欢的话就按个赞、跟订阅，还有分享影片，还有留言。那我们就在下一章的 Spin Tire 再见了，拜拜。